哎爸，来找我。在看报纸啊？做什么？每次叫你一定有事的呗。哎，你要不是在房间里面打游戏，就去球场踢足球。哎呀，这也是啊。哎爸，走，我去 shopping 哦。在家闷呢。就知道。你要去哪里？我们这里啊，有的卖 shopping mall， 有 Echo Chiras mall，Leisure mall，Aeon Big。啊，还有这个 Aeon Chiras Ladang， 这个 Aircon Safe Giant Hypermarket， 要去哪一个？喂，哦，这房间很大，但是不要在这里玩球可以吗？啊 ，sorry 啊，爸 ，sorry 啊。哎，等我们去吃好饭够嘞，我们再去啦，好不好？阿哥啊，现在帮妹妹煮饭。阿哥，听到没有哦？哎呦，越来越叛逆了，真是。女儿啊，我叫你现在帮妈妈煮饭，你有听到吗？有咩？你有叫我咩？屋子太大间了，三层楼，2800多方尺，谁听到你跟我讲话嘛的？哎呀，我叫你很多次了，你又在做什么？做功课啦。学校我们做 research 附近有什么 uni 啊，还有 college 的、嗯，我没有猜错的话啦。附近有这个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还有 UCSI University 啊，还有这个 Oxford Academy， 还有等等之类的啦。啊，还有你儿，不要忘记这个 SJKC Damai Corner 2， 还有 SMK Damai Perdana。喂喂，哎呦，你这个人啊，很烦嘞、欸。哎呀，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小吉娜，等下你弄坏东西就知道。哎，真的是，你要玩球，去对面大操场玩球，知道吗？啊，还有女儿啊，明天陪我去打太极，还有去跑步。这里的 facilities 啊，又有跑道，又有凉亭，不用很浪费啊，知道吗，女儿？好啦，明天跟你去就是了啦，反正明天没有读书。可是哦，爸，在外面玩不会觉得很热的呢？哎，有热的话就去 car porch 玩哦， car porch 这么大。好 ，OK OK。大家，等我们吃完了饭后，我们去小冰啊。哦，对哦，我也是要东西要买耶。嗯，要我跟你们去。哎呀，女儿，你要去吗？哎，小冰，我那也不跟的啦嘛。走，这样你们要去哪里啊？我要去 The Mall Shopping Mall。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用那个 Silk Highway。我要去 Apple Terrace Mall。这样子的话，我们用那个 Terrace 感觉 Expressway 哦。我要去 Aeon， 我去找我的朋友。哎呦，你们这么多地方要去。干脆放你们在班达顿呼吸 on the MRT station 啊，你们自己搭火车去。有班那个这样子的，更方便。Hey, Mr. Lim, keluar, Mr. Lim. Ya, kita mau pergi keluar pergi shopping. Awak tengok rumah baik-baik tau.Okay, no problem. Sini 24 hour security dan CCTV. Ay, jangan risau. Okay lah. Thank you ya. Okay, bye-bye.